吐的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ie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记得大大力跟它按下去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现在很火红的奶茶泡面。OK， 这个奶茶泡面呢是妈咪公司和 Tea Life 奶茶一起合作的一个奶茶泡面啊，里面是看它图片哦，里面是有珍珠啦，然后它的汤呢应该是奶茶啦，我也不确定，然后它还有是 spicy 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吃吃看珍珠奶茶的泡面带辣味的是怎样子的味道。 OK，开进去嘞，里面就看到有一包小珍珠 ，OK， 这个珍珠是蛮小颗的啦，看这个包装，然后还有一个吸管 ，OK， 可以拉长的，我猜啦，然后还有一支叉，然后还有两包调料包 ，OK， 来，我们现在就马上泡一泡。OK， 现在就差不多到时间了，所以我们就开看是怎样的。哇！来，这个时候我们要下珍珠。OK， 我们把珍珠加进去。哇，这样看上去如果没有面的话，感觉是不错的啦。可是看到面有一点可疑耶。来，我们现在搅一搅。是这样子的啦 ，OK， 里面有珍珠啦，然后它的汤是奶茶色，带一点辣椒这样子的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马上要试试看这一个珍珠奶茶泡面是怎样的味道，闻起来是珍珠奶茶味啦，闻起来就是珍珠奶茶味咯，然后带一点 Maggi 面的香味。1000 years later. 啥珍珠？有点。谁？有点。我刚刚有一点想要。真的，那就是哦，就好像辣的 Maggi 面正在奶茶里面的味道，就是这样子的了，就是这样子的味道，就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掺在一起，就是形成这样子的有一点蛤蜊的效果。我再吃我第二口啊，我刚刚去直接。发现舌头一动到不了，你来这，你看，何？OK 吗？难受。有没有想着有没有那种一放进嘴巴就有想要那种？有吗？有。来，现在我们try看它的小珍珠。对，try啊。哎，它的珍珠真的很小粒耶。它珍珠真的很小粒，跟我们平时在 Tea Life 买的那一个珍珠奶茶哦，它的泡面的珍珠是比较小颗的。这个应该是跟 ice cream 的珍珠一样。ice cream 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好，差不多。哎，珍珠是好吃的啊，珍珠你单单吃珍珠是好吃的。可是那个面，我不要再吃第三口了。现在我们就。我们就试试看他给的吸管，然后我们喝一喝他的汤，既然他都给吸管了嘛，
我们开箱就要做到足，做完全套 OK。 我们喝一下它的汤是怎样的味道，我怕我直接喷它。哇，那喝一口哦，香蕉可乐，你放进去吧，就整片舌头这样散掉，就喉咙没有，没吞到，吞到，刚刚我喝一口，加一点点吧，然后就 feel 整口吞下去。太恶心的味道了，早起啊，我觉得真的，然后很难喝嘞。来吧，好不要开看啊。整体来讲呢，这一个珍珠奶茶泡面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很蛤蜊啊，很蛤蜊。你们喜欢的朋友，或者你们想试试看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去try看。然后这个奶茶泡面，我们是通过 Tea Life 的网站，然后买它的一整套三杯装，15.9加一个西马的运费7块，所以是22.9寄到你们家。OK， 所以你们要试试看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，然后有吃过的朋友，你们如果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你觉得好不好吃啦。然后至于它还有一种吃法是放冰块的，这个我们就不敢继续试了啦，一般我们家也是没有冰块。然后这一个呢，我们就放一边先啊，我们就来试试看，它还是有好吃的东西的。 OK，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了啦，这个就是 Tea Life 和 Walls Ice Cream 的合作的一个冰淇淋。 OK， 这个它也是珍珠奶茶冰淇淋，这个你们可以在 7-Eleven 就可以买到了，一条的价钱是2.2 OK， 2.2，所以你们喜欢奶茶的朋友，这个我就特别推荐你们去吃，因为它上面有珍珠，然后整个冰棒都是奶茶的口味，这个就我个人觉得是不错吃啦，奶茶味很够，然后珍珠也很特别啦，它整体来讲是很特别，珍珠奶茶它是有珍珠的哦，它的上面这里是有珍珠的。 OK， 吃了这个泡面两口，所以我最后要用这个冰棒来漱口一下，差点掉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订阅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留守我们下个新影片，拜拜。